2月20日晚，网友曝光朋友偶遇黄子韬的对话，对话内容是问能不能合影，而黄子韬的回答却十分的逗趣，不能，但是你可以偷拍我，回答真的是亮了。此对话曝光后逗乐网友，纷纷留言称厉害了厉害了，这很黄子韬，宝宝你咋那么逗。然而这个已经不是黄子韬第一次和粉丝路人逗趣了，在微博上和粉丝撒娇卖萌更是常态，甚至引起了路人质疑不是黄子韬本人，耿直涛涛直接表示我的微博不是我是谁啊，如此与众不同的无理涛涛真的是可爱。